店呢，跟大家一起跟 Damiani 共襄盛举。那我听说他已经90岁了。是的，这个品牌不是 Giorgio。OK， 我是说。那我在此呢，要恭喜这个品牌可以细水长流，然后有更多精湛的工艺呢，艺术品给大家欣赏。那我也听说呢，空运来了很多的得奖的作品，对，所以待会儿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细细的去欣赏。Yeah, she's very happy to be here. Also, that she wants to congratulate Damiani, the brand, for celebrating the 90th anniversary this year. So, you know,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occasion for Damiani, too. 然后，当然，其实我们要问一下，就是万野姬今天哦，就是身为嘉宾，我觉得你刚刚走出来，佩戴这一身珠宝，我觉得好美哦。当然，自己本身美跟珠宝互相的辉映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身上的珠宝。对，今天我所佩戴的呢，都是阿垮系列的。阿垮，那我只能说，真的是很赞叹，真的是我是说珠宝，不是我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看得到很多品牌的一些艺术品呢，是有层次感、立体感。当然在 Damiani 身上一定都有的，但是我觉得它独一无二，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最特别的，就是我觉得它有流动感。哦，不只是立体感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就是大小的钻石相工而成的，交错的相工，然后我觉得很像大小的水滴，有流动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精湛的他们的手工才可以有这样子的美丽的效果，我觉得戴起来我自己今天都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夜晚，然后笑着入眠。